将会第四天演唱会29号登场。中场二姐要求工作人员送上大衣，没想到哈林庾澄庆亲自上阵为将会套上衣服。不过穿衣过程很不顺，哈林立马招来将会的一记狠亏。啊，工作人员，你记得可以杀啦！赶紧想要别班了。摇滚风格见长的哈林硬是要让抒情派的姜蕙 rock 起来，两人改编《伤心酒店》，自成属于两人的摇滚情歌。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